较容易发生呢，通常都是这个两边的这个 M 型角，这里这个 M 型地方开始退，十个里面大概有八九个都是从这里开始，那剩下一两个会从地中海开始，地中海，所以这两个地方是最常见的，就是说在掉发之前，头发是会先变细，细到不能再细了，然后再掉，然后就它的步骤是这样，所以你会发现是还没有落发之前，后面的头发摸起来会比较粗，质感比较粗糙，啊，前面摸起来会比较细，比较柔，哦，比较，那就告诉你说你应该是有雄性秃的遗传才会有这样的现象。那大部分人一开始不会想到植发，他会因为植发他会认为是一个手术，哦，手术可能他会认为是，这个一般人也不是很了解，他只甚至有20%的人他可能。跟他讲植发，他还没有概念，他以为是把假发植上去，对，都没有概念。对，大部分都只道听途说，说是用一些生发的概念，比如说就买一些什么生发的一些产品，或者是听朋友讲，或者听网络上讲，就一些怪招就用一些什么生姜啊什么的，就从这些开始。